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早安少女预言。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要想早点起床，就要早点睡觉。然后我向大家推荐一下两个早睡单品，一个是眼罩，就是你平时睡觉的时候，睡觉前你给它戴上就行了。像这样你看非常的严丝合缝，它又看不到任何的光，然后再把这个耳塞戴上，先给它搓成这样特别小的，这种很小的，然后直接塞到耳朵里，它会逐渐在你的耳朵里变得越来越大，这样你就可以什么都听不见，睡一个非常好的觉。哎，好吧，今天的案例到此结束，我是今天的早安少女预言，谢谢大家。